我给你刷个正面，要面带笑容，慈祥的笑容。我也没中过，中过50,000，我天天带笑容。啊，是嘛？你又没买彩票，你哪儿敢中50,000？我问你，你舍不得投入，哪么会有肥吧？买这个是最大的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吧？哎，这个最大。刚刚去买了一个菜板，本来今天说去买点羊肉的，但是我们县城问了一下，哇，现在还没有卖羊肉的，只有到冬天才有卖羊肉的。现在也不知道买点啥，就去随便看一看，走一走，瞧一瞧，问一问，想一想。花钱好像钱这这么多，这有时间啊，6块钱哦。我不能要你讲，我就我们两个人，你说吃什么？他这个肚子大干嘛？他肚子装的11斤啊。这花椒炒出来吃的好吃，味道还可以，没吃过。你吃自助餐的时候它有点有的。现在买了11斤花椒，买了个菜板，准备回家开始弄。现在要拿一个挖锹去挖一点生姜，找到了一个挖锹，走着。生姜地，哎呦，本来说这个是晚上吃的，结果忙到现在8点多，这个晚上吃了就变成夜宵了。这个生姜好嫩啊，等今天来做一个紫姜炒肉。这个狗和猫都来了。这个在这里泡了一下，现在把这些烂的给它选出来。这是这个还可以，没有几个烂的。把花椒洗一下，花椒下锅，加水，盖上，点火开始。在煮的时候，我们来切一点葱姜蒜，大蒜切成末。锅里的水开了，哇塞，端一盆冷水，把这个花椒弄到里面去，点火，葱姜蒜，炒香后来点豆瓣酱、蚝油、生抽，来点盐，然后把花椒放进去，尖椒，脾气好才是炒猪。明天下去帮我收羊啊。好，要明天拔羊。我把牙拔了，你来炒嘛。红烧青炖。那你说那不是有那个吗？有钱是吗？拔肉，就是买点小的用。啥东西都齐全。明天先得看，检查看。三个头现在技术营养过剩，技术吃多了，这个咋是营养过剩？那最近如果你要牙齿有动作干啥？要取牙齿磨的，取了变黄了吧？五天现在定，就还在封闭着呢。嗯，拿人家。嗯。来，有味道。我吃天天拿的。拿之前还是拿你？嗯。
是我这个好像是我们跑去晒太阳的，水绿哦，黄颜色。那个高。你下次喊我去，我就不怕了。我没去。啊？没去。喊我喝，老婆，老婆喝一个。晚上是吧？好舒服，我那屋都喝一点。那个嘛，电孔嘛，金角孔嘛，哎，他锅也在烧电哎。我们老板早上找那个，确实是自己是东西，提有我他不是，肯定他要弄了。今天晚上是吃不完了，要弄完了。本来说是晚饭来弄的，但是有点事儿给耽误的，所以就九点半才弄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基本都吃了晚饭了，我一个人吃起来也没劲，然后吃的也挺麻烦的，所以这个留着不吃了，留着明天吃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把这个放冰箱。弄完了。